持名念佛，为十方三世得好之本。啊，这个我解释，为什么阿弥陀佛这个名号是一切的本。啊，是一知众德之本可有二事，有两种解释。古大德所说的菩萨因众万德圆满，从因得果，故言执中得本。这个里头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就是万德圆满。这个万德圆满怎么修？如果华严经上不透出一个信息给我们，这信息是一切皆一，一切一切，这个万德圆满我们就不能理解了。这万德是学不完的，整个宇宙千变万化，啊，没有一秒钟停止的，一秒太长太长了。弥勒菩萨跟我们所说的，我们把它计算出来，一秒里头有多少次的生灭，有多少个念头？啊，根据弥勒菩萨所说的，我们把它算换算出来，2240兆一秒钟。单位是兆啊，不是万啊，2240兆，我们怎么知道是假的？啊？这一个事实就在眼前，眼所见的，耳所听的，乃至意所想的，都是在这个频率之下产生的幻想啊！这个幻想我们得不到啊，佛陀也得不到啊，并不是说我们得不到，他可以得到，他也得不到啊。所以不可得是真理，是事实真相。我们要有个可得，我们就错了，我们就造业了。这个业就轮回业，不是三善道就是三恶道，就造业。不可得就不造业啊，清清楚楚明明了了，不造业。我们这一生当中遇到一个开悟的，稀有难逢啊！啊，这个人是谁呢？海贤老和尚。这里有他照片相片。他不是参禅开悟的，他是念阿弥陀佛开悟的。我们知道这个事情对我们会生起信心的，能振奋起来，他能，我们都能的。他一句佛号，从来没有丢失过，无论在什么时候，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句接着一句，啊，没有念出声音，心里头念，啊，他工作是在农田里面，
他耕种，耕种可以念佛，不妨碍念佛啊，心里念阿弥陀佛，身体在田里面劳作，不间断了啊。这个人的本质，他之所以能开悟，他居住的条件是老实、听话、正干。凡是具备这个条件的，都有可能开悟。无论他修哪一个法门，啊，诸位一定要知道，大乘八万四千法门。甚至包括净土法门，通通在内。只要是真正老实听话正干，确实有开悟的可能。我们不要轻视自己啊！啊，不能开悟就是不老实、不听话、不肯正干。原因在此地。那为什么老实听话真干都需要忍力成就？我们忍不过吗？念念妄念起来了，念念杂念起来了，这就把我们的净念呢破坏了。啊，或者是念念忘掉了，忘掉叫圣念啊，这个佛号没有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忘记了啊，想起来时候念几句，念几声之后又忘掉了。问题在这个地方，最重要的是知道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往生。你看多简单，真心真愿，真相信真愿意去啊！念佛功夫不是说你多少，没有讲多少，是讲功夫。那功夫是什么？是放下。这个世界要放下了，不能带到极乐世界去啊！连这个身体都要放下啊！如果贪恋这个身体，健康长寿去不了了，这大障碍啊！身心世界一切都要放下啊！世间人最难放下的亲情，要看破，亲情也要暂时放下。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是菩萨了，然后再回来，菩萨身再回来，没有障碍了，帮助你的家亲眷属，可以做得到啊。那如果亲情放不下，去不了了，还搞六道轮回，那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那就太可惜了。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净宗往生的条件就是信心，你对极乐世界完全肯定相信的，决定是有，佛菩萨不会讲妄语啊！《金刚经》上说的很清楚，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不狂语者、不妄语者啊！
所以他的话都是真实的，绝对没有欺骗人。你要真正相信，没有丝毫怀疑，这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真想去啊，不是开玩笑的，真想去这个世界，完全放下，希望早一天跟着阿弥陀佛走，这就行了。往生极乐些条件就去做了啊，真的有寿命不要了，佛就真带你去了。所以往生传净土圣贤录里面记载往生这些人差不多有二分之一这样子，一半都是三年往生。我不相信他的寿命只有三年，这个不合逻辑，讲不通啊！一定是什么他主动要求，我寿命不要了，我现在就跟你走啊！极乐世界好像一个学校，有小学部，有中学部，有大学部，有研究所啊，这就是四徒三杯九品不一样啊。你到极乐世界是差在哪一半里头，这就是念佛功夫的前身，功夫浅的没有功夫的，只有真心情愿啊，念佛念了几生没什么功夫，这种人到极乐世界是从小学一年级念起，也很好，也不错了啊。那个地方无量寿绝对不会留级啊，不会退转啊，也很好了。但是念佛功夫要念到功夫成片，刚才讲的那就很了不起了。他到那边去，他查的是中学，他不是小学啊。小学是功夫不到家的，真正到功夫成片是中学一年级二年级，查这个班。如果是四心不乱，那就是方便土的上辈往生啊。念到理一心不乱呢，那是十报状元土啊，那是最高的，好比是大学。这是念佛功夫前身。那么像海贤老和尚，我们就知道他往生到极乐世界肯定是十宝庄严土化身菩萨了啊，真正功夫念到一心不乱，无论是四一心是理一心，往生呢没有局限，什么时候想走什么时候就可以走啊！你只真正想走，阿弥陀佛知道，他就来见你。现在这个世界乱了，人心坏了，怎么办啊？去年五月我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的活动，我有一个报告，一个主题讲演，我就用这个题目，社会乱了，人心坏了，怎么办？啊，学佛的人很幸运啊，学佛的人会到极乐世界去啊，到极乐世界去的时候，这个条件你要真正把它记住，真心切愿，恳切的愿望求生净土，到极乐世界亲近
阿弥陀佛，做阿弥陀佛的学生。这个世界，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讲得非常清楚。那这本书就是释迦牟尼佛介绍我们往生净土的说明书啊。说得够详细啊，我们要是有善根，真正相信，字字句句都是真话，没有一句是妄言，有这样信心，条件就去做啊，念佛尽量念啊，不拘多少。念佛是讲功夫，不是讲数字啊。所以有人工作很繁忙的，没有时间念佛的啊，佛可以教他早晚早晨起来念十声佛号，晚上睡觉之前念十声佛号，叫十念法都行啊。功夫是什么？功夫是看破放下，看破是对于事实真相真的明白了，真了解了啊，这是看破。放下是功夫啊，真正放下身心世界啊，在这个世界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啊，干这些事情，往生极乐世界都能帮助提升品位啊。起心动念不求自利，只求往生，对自己只求往生，不求自利，对现前苦难众生，如果有缘要帮助大家啊，没有缘念佛不找事啊，找事麻烦，有缘就做，没有缘就不做啊。心永远是清净，众生苦从哪里来？是从迷失了自信，对于整个宇宙所有一切现象认错了，看错了啊，看错了，于是就想错了，说错了，做错了，这才惹了许多麻烦呢 啊。我们今天的社会，现在住的这个地球为什么会搞成这个样子？是人为的，不是自然有的啊。这个中国传统文化说得很清楚，佛也说得很清楚，现在量子力学家做出了证明，说的没错，宇宙从哪来的啊？生命从哪来的？我从哪里来的？万物从哪里来的？诸位如果读过坛经，坛经是六祖大师说的，他是中国人，他不是印度人啊，是我们中国土生土长的。他老人家开悟的时候说了五句话，
最后一句很重要，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万法就是整个宇宙啊，全宇宙从哪里来的？自信生的，自信现的。自信是什么？我们称是真心。自信是真心，是从自信生的。所以明心见性的，对于这些万法样样都知道，样样都明了，一点都不迷惑啊。那么这个也是佛陀教学的最高的目标，就是教你把自信找回来啊，明心见性。佛陀教育就圆满了，见性之后，你对于一切万法真正明白了啊，没有认错了，因为能离自度啊，自度是自己的苦没有了，乐现前了，离苦得乐啊，离究竟苦得究竟乐，究竟是登峰造极，没有比这个更高的了。所以苦跟乐佛知道，迷了就苦，觉悟了就乐吧。啊，所以佛对于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的理论依据，啊，是帮助众生破迷开悟，用真心处世待人接物。你骗我，我不骗你；你害我，我不害你。啊，真心跟佛相应，跟极乐世界相应。啊，要想着怎么样整人，怎么样报复人，这个是轮回心，六道轮回心，出不了六道轮回。啊，在六道里头，生生世世，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明白这个道理了，所有欺负我的人、障碍我的人、找麻烦的人、回报的人，统统以和言爱语对待，决定没有丝毫怨恨啊！把所有怨恨在这一生当中全化解了啊，化解不要从他那里，从他那没用处，从自己，我这里化解了，他那就对立不上了，他要跟我对也对不上了，我化解了啊，对立什么？他跟我对，我跟他对立，这就对上了啊，不跟任何人对立啊，他有苦难我还全心全力帮助他，为什么？因为他本来是佛，我没觉悟的时候跟他一样，今天我觉悟了，他没觉悟啊，我就不能用从前这个态度来报复他，不可以，我要用佛菩萨大慈大悲去照顾他，这就对了，这个世界上没有占便宜的，没有吃亏的，懂吗？因为那是假的，吃亏等于零，占便宜也等于零啊，零跟零是平等的，没有差别，一定要知道啊！啊，学佛改变我们的人生呢，我们怎样处事待人接物啊？啊，真的长生欢喜心，法喜充满了。
一切顺众生，众生喜欢什么随喜，这随喜功德啊，只有一样我的佛号不放弃啊，这才看不出来啊，这个一定要抓得紧紧的。阿弥陀佛的意思，你看翻成中国意思，阿凡作无，弥陀凡作量，佛凡作觉，无量觉。得到阿弥陀佛本愿为神加持，祝福赞叹龙天善神拥护我啊，比六字大明咒要殊胜啊。啊，往生决定提升品位啊，我们一大师说的好啊，品位高下决定在念佛功夫的前身啊，那我们现在没功夫啊，念念就忘掉了，念念就忘掉了啊，念个几分钟就忘掉了啊，如果能念个半个小时不忘掉，念一小时不忘掉，念两小时不忘掉，就是能够相续啊，不生念，这就是功夫啊，这个功夫都帮助你提升品位啊，没功夫是下三品，下三品也有上中下三品啊，所以能够一天不丢失，两天不丢失，养成这个习惯啊，为什么会丢失？说老师一句话就是没放下，还有牵肠挂肚许许多多的事情在缠绕着你，把你这个念头不知不觉转过去了，就这么个原因。所以根本还是在放下，真正放下，我们只走一条路，求生净土，其他的统统不要了啊，在这个世间学菩萨，坐而无所，无所而坐啊，只把这句佛号放在心上，这叫真正善护意业。意业清净呢，身口随之，如口业就不及他果，不会也批评人，不会也讥刺人，也不会也回报人啊，我们把念头回过来，只顾自己，就能够啊，不及他故啊，一定要自己回头啊，自己要反省，时时刻刻反省时时刻刻改正自己的过失，那就是念头。为什么我佛号又丢掉了？啊，看念到什么时候，佛号能够相续，能够不丢失。啊，海鲜老和尚念佛几十年，从来没有把佛号丢失过
他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成就，道理就在此地，不再造轮回业了，执着是轮回业啊，不造轮回业了。你看你修行多简单，与谁都不相干，完全在自己。那你真能这么做，就自觉了。那佛菩萨千经万论叫什么？就叫这。啊，我们明白了，在日常生活当中，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总要知道我们有起心动念分别之处，希望比去年轻一点，比上个月轻一点，比昨天轻一点，好啊，就有进步啊。啊，如果还是这么严重，还是这么固执，今天一天不要过了。啊，纵然是念佛，佛号不曾丢失，也不起作用。为什么？烦恼习气太重了。这个佛号虽然是一天没有丢失，抵不过烦恼。那就在日常生活中，特别是在人事上，人事看顺眼的喜欢了，看不顺眼的讨厌了。啊，这个麻烦在哪里了？跟众生结怨了，不知不觉就结怨了。这个怨要不离开六道轮回，不能往生，来世还会遇到。遇到什么？冤冤相报，生生世世没完没了啊！你说你怨不怨我？他造业是他的事情啊。他能接受劝告，我们劝告他；他不能，就随他去吧。啊，见了面还是笑面迎人，欢欢喜喜，这就对了。佛出现在世间，为什么？为帮助一切苦难众生离苦得乐，就为这种事情。苦乐从哪里来的？迷了事实真相就苦。为什么？迷了之后啊，你想错了，你看错了，你说错了，你做错了，所感得的那是苦啊，不是乐啊。乐从哪里来的？你明白了啊！明白是你想对了，你也说对了，你也做对了，一切是善，没有恶，佛报就现前了啊，智慧就现前了啊！佛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佛用的这些教学的理论依据是破迷开悟，怎样能达到离苦得乐？要破迷开悟。用什么做手段？用教育，教学为先。他真做成功了。